嗱，呢一個咧係外套款或者當 top 款都冇問題嘅。咁佢係一個 lace 嘅 item，咁佢係絲褲嘅，係啦。咁所以你個內搭咧可以影響成個嘅氛圍。我而家着緊呢個咧係米，係白色嚟嘅，帶少少米色通。咁佢手袖口咧就配襯咗花呢嘅布，咁兩個當然係唔同顏色嘅一個對比啦。我而家呢一個咧再特別少少，因為呢一個咧都算係幾 classic 嘅個黑白灰配搭。我而家着緊呢一個咧，咁佢係米色配襯紫灰色，係啦，混多咗一隻顏色喺上面嘅，咁所以顏色上咧係比較豐富少少，咁特別適合襯呢一個嘅，係啦，所以我就有咁樣去示範埋俾大家睇啦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前 V 後小 V 嘅一個款式嚟嘅，係啦。小 V，咁佢系全开胸，系啦，呢度都系 V 领嘅一个效果，咁佢系全开胸嘅，咁个版型都系偏宽松，版型偏宽松。咁头先讲嘅一个花呢布咧，咁系喺后腹啦、膊位、手袖口、领边都系有呢一个嘅配搭嘅。咁钮咧就系配衬咗好似贝母嘅效果，系啦，有少少猫眼石 feel 嘅，咁系半圆形啦。系啦，咁你会见到佢个领边位啦，系啦，开胸位都系一个花呢嘅布料，咁都系软身嘅。咁 lace 就系呢一 part，佢系白色底，但系佢中间嘅部分咧系少少米米地嘅，唔系话纯色布嚟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喺深浅对比啊，或者线条对比上咧，都系几明显，有翻少少层次感，嗰个效果都几突出。系啦，咁可以 close up 睇埋佢个 detail 啦。勾画翻粗框，勾画翻线条，中间部分咧系一个比较淡色少少米色啲嘅一个线嚟嘅，嗱，咁系一个丝裤嘅 lace。咁我而家就自己就衬咗，因为颜色啦，系因为呢一个颜色嘅选取咧就拼咗，即系拣咗入面呢一个内搭。咁呢个你我自己就比较中意即扣埋钮嘅，咁可以戴颈链，咁亦都可以有翻个 V cut 嘅一个线条，咁开咗就唔系太明显嘅个 V 领位，咁就睇下自己啦。呢个就冇咩所谓，或者一定要点样着。咁你睇留意翻，佢都系一个宽松 cutting，系啦，夹圈好低，胸腹好足够尺寸，系啦，咁就已经 OK。咁睇下视乎翻你想做一个外套款又得，或者即扣晒钮，咁呢个就极度之 casual，系啦，呢个系假袋嚟嘅，极度之 casual，冇咩所谓。好，咁我换埋个黑色，咁呢、這个就要等耐少少，因为我想换埋内搭，我会换埋个内搭。嗱，咁我換咗個內搭，咁我係啦，費事離開個鏡頭。咁呢個係寬鬆啦，你見夾圈都係好充裕嘅尺寸嚟嘅，就咁着，咁着。其實呢一個杏色，我覺得襯顏色個範圍上都相當之廣闊。系咪咁样睇，好似有杏色咁样衬呢一个深色嘅上身，好深色嘅上身，深色嘅上身系啦，深色嘅上身好似好睇啲，系嘛？大家唔知有冇呢个感觉？咁我都系照衬翻呢一个绅士鞋啫，嗱，咁呢个就轻松啲嘅感觉，因为你见到佢个 cut 系比较宽松，系啦，咁所以成个感觉咧都系轻松啲啊，超少少，同时间亦都不失呢一个优美嘅观感，因为始终都系花咧同 lace，咁喺布质上亦都可以抽取到呢一种嘅元素出嚟喺自己个穿搭上面，系啦，咁啊留意翻啦，最紧要留意宽松嘅夹圈，胸阔都系充裕嘅尺寸，你想当佢当top 着，你不过anyway 都系要打底嘅，系啦，即系扣与否都系冇咩所谓嘅。